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九王雅佳。今天是我在我的新家拍的第一条好物分享视频。最近买了好多好多东西，一直都攒着呢，没有打开，就是为了赶紧来拍这个视频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Tagi 他们家的，我好喜欢他们家一个包包，当当，是一个双肩包。我觉得今年好像还蛮流行背双肩包的。它是一个牛仔材质，它的肩带上面还有一些这样子小设计，真的很好看，我一眼就看中这个包了。里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口袋，嗯哼，管它飞出去。这两个防晒口罩特别可爱，就它是我喜欢的这种蓝色格子的，有一个黄色和紫色的。夏天要来了，防晒真的好重要，好热好热，这天北京为什么这么热。还有一个手机壳，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配色，黄色加紫色的。这里我也确实在想放什么比较好，因为现在大家也不爱带卡嘛，这边也没有什么门禁卡，里面可能放一点我的开心。对，还有一个他们家的这个防晒帽，这个防晒帽是我买给我一个姐姐的，她是一个比较日系的女孩，所以这个小小的这个花边呐、啊，这个蓝色这个牛仔吧，我就穿裙子啊，或是穿裤子、衣服都可以搭的一个，哎，真的是蛮好看的耶。我其实自己买了一个防晒帽，这个防晒帽我去年入了一个黄色的，然后呢，我发小说很喜欢，我就送给他了，我就搞得我自己没有防晒帽，我今年又入了一个白色的。这个帽子，这个是我一直在跟我朋友计划去旅行的事情，哎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吧，但是我提前就先买好了。这个就特别适合在海边，是不是好好看哦？这个就是日常可以带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主要它这个防晒这比较大，所以我喜欢这个。我朋友问我要不要去钓鱼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钓鱼的话，戴这个帽子正正好。还有一个他们家小发箍，这个是一个双层的发箍，我入了一个这个蓝色的，加上这个，就我觉得这一套就很，你如果说稍微穿小裙子啊什么的可以这样戴，你日常就可以这样直接这样戴，很好看。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奶蓝色，买了好多这个短袖啊，还有吊带啊什么的。这个包包也是特别喜欢，这个包包它不是特别小，它是正好还可以放下一本书的这个位置，很喜欢这个包包，这样一套很好看的。哦，我还买了几条裤子，他们家的裤子超级好穿，包括我现在这条裤子，还有一条这个短裤。他们家牛仔裤是我觉得最好穿最好穿的，所以我入了好几条。这也是一个长腿的牛仔裤。等等，我上一部戏拍现代部分的时候，我都是穿的他们家牛仔裤，就是因为太舒服了。但它的面料是那种比较薄一点的，夏天也不会闷。还买了他们家的一条运动裤，白色的一个。它这个料子呢，就很多白的运动裤会透里面的小内内，会有点不太方便，但它这个面料不会，所以我很喜欢。下一个，这是一个送我的礼盒，我还没有拆开。粉底气垫，我觉得这小包包好可爱啊，天哪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哇，我现在气垫都出成这个样子了吗？它这个链子哦是可以挂在这上面的，好看耶。这是我记得这是一个韩国的品牌吧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好像我身边的同学有用这个。好的，我下次化妆用用看。 OK， 就是这样子了，就是我的最近的好物购物分享吧。马上618了，对，你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，冲一个。拜拜拜。